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小帅导演啊，小帅导演，我想跟你分享分享，因为你不是老去欧洲参加电影节嘛，对吧？这个徐老师也把自己的后半生有一个主题定为旅游了，我看是要踏遍山山水水嘛，是吧？很好，我本来是很难得有这个时间，但是这个现在我也下定决心就得去玩啊，活一天都少一天了嘛，对吧？就是最近我就刚刚到欧洲去了一趟，过了几天人的日子嘛，过了几天人的日子，我要特别讲讲这个感觉是为了什么。所以我先给你们这个，咱们看看这个照片。我跟你说，我去一趟，我都拍了4000张照片，我就是看不完呐，每次就是看不完，所以就随便找几张，咱们就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你像罗马，我这是找的相机最前头的几张，再看往下看。哎，快一点，这是这个斗兽场吗？斗兽场里面，斗兽场的这个，看下边，啊，这是街道啊，这种老黄墙啊，哎呦，这个你就是看不完呐，这个美富贵啊，美轮美奂呐，这是这个教堂，哎呦，这是卡拉瓦乔，哦，卡拉瓦乔的那个名画，咱们在画册上看了多少年的原作吗？就在人教堂里啊，在人教堂里啊，你看旁边那大理石都漂亮，你瞧这个。残柱，这个进去应该是大穹顶，然后那个阳光能够从那个什么照到，非常漂亮里面。哎，你再看下边，叫不出名字。你瞧，橱窗，这里边卖时装。你再看下边，哎，夜景。再看，你看是兴奋了，逮哪拍哪，逮哪拍哪。哎呦，那真是目不暇接。你再看，特别是罗马，对，罗马，特别是罗马，这就罗马方尖塔。哎呦，我觉得这真是，就说是这个，哎，这是拉斐尔那个雅典那个学员呢。拉斐尔，你看拉斐尔就在墙，就在墙上啊。再看下边，这也是拉斐尔那个圣容显现，圣容显现啊。这是米克朗基罗的圣殇。徐老师，你尤其看看背后那大理石，我发现这大理石你得认意大利是第一，它就太漂亮了，看的，哎，这是米克朗基罗20几岁的作品。这是乔，不是，这个也是一个大雕塑家，大雕塑家，当时被人说腐败，就是弄的这个大这个顶棚啊，太花钱了。这是圣彼得大教堂嘛？你看，这是圣彼得教堂前面广场上一个灯，我都这么爱它。你在下面兴奋了，兴奋了，兴奋了。这个，这是晚上，那这是这个梵蒂冈嘛？梵蒂冈，再看下边，哎，这是那个。廊柱啊，柱廊，它有一种，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石材，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你再看下边，啊，这是圣天使堡，对，在那桥上，好像那个达芬奇密码还是什么，就是过了那个河去梵蒂冈的那个桥头堡。像这个地方那个什么魔鬼和天使，还有那个达芬奇密码那个作者都这个都写到了。这拍电影没问题。来，你再看，啊，这是随便一个都是这样的，这就是个石头城。哎呦，这个罗马的废墟。这就是，哎，我觉得罗马人最会做废墟，是吧？他保存，他弄的，他那条路现在还保存着，他未来的对凯撒那条路，对，会有很多非洲的性工作者现在在路边旁边。你想想，这是1000年的这个，我就在想罗马是什么造成的，我就老在想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不是有句成语吗？对，罗马真不是一天建成，都让我们有拥挤的感觉了。人家这个保存的这1000年的石头的这种砖的，2000年，哎呦，公元前就有了，那真是。而且它是现在来说，它市政很难弄，想挖个地铁，想挖的，跑两下不行了，碰到那个古迹了就得圈起来。对，没错，他们保护的很好。他这点是非常叫人感慨。他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浴场，一看去看的不像斗兽场，还保存了挺好看的。那个浴场远看就是真是一滩废墟，什么都没有。可是你要想想，这个差不多2000年了，意大利国家都天翻地覆多少次了，不管谁当权，都不能把它来开发，盖什么大的政治或者商业的东西，那多大的价值。就是说不是一代人，不是某一派的人，是多少代的人，多少派的人都有个共同，这个叫 common sense， 就是有个共识，就是说这些过去的石头是要保留的。这叫我感，而且他从那么早开始来做这样的城市建设，都有艺术的眼光，审美的眼光，做到这个程度，然后一直延续下来，这个审美一直延续，不割断，不割裂，这让人很羡慕。所以这就让咱们不得不联想到，你要不是拍电视剧，你干嘛重建一圆明园呢？圆明园不就是很典型的废墟？你可以把现在所能找到的所有的旧的这种一个柱头啊，一个什么，
都弄一个这样的废墟公园，很有味道啊，这种老大帝国反正的这种斜阳啊，在欧洲整个回来确实到了中国，老的东西过去都没了，都一个一个全部消失拆啊开发，这是我今天从长安街上这个过呀，我就带着这个从老欧洲回来的眼光啊，我才深深意识到啊，这个长安街上的这个十之七八吧，但不敢说十之八九啊，没有什么价值的，没有就是。也可能这些建筑再过一百年又变成老的，也还可以为我们留着一点点痕迹。我还真不信，现在能留下来的那也不是现在造的，那也还是过去造的。那所以呢，我上次跟你讲过嘛，你去欧洲呢，你不能先去意大利，对不对？你得先从什么英国、德国那一路往南走，然后到了巴黎。再以后再去意大利，你要是先去意大利，你再看巴黎，看不了了，看不了，没错，太新了，对不对啊？你去了你去了巴黎那么开心，以后你再去意大利，你才发现你看，但是巴黎有巴黎的好，巴黎也好，那巴黎那是几百年前的好，那是两千年的好，是那当然是不一样，不一样，是不一样，是不一样，但是。就是这个罗马呀，说实在话，咱就看到啊，为什么我老觉得太富裕了？你看，其实我后来我在这个梵蒂冈博物馆里看，老有这种太富裕的感觉啊。我发现啊，咱层次还不低，我的感觉是文化财产的这个富裕，太富裕。我跟你说，你看了这个之后，两千年前的文化，你会觉得，就说咱们过去中国人的教育，当然是民族自豪感，你也喜欢，对吧？你说，哎，你说中国文化天下第一，如果你非要这么说。我觉得脸皮有点厚，可是呢，当然，咱们老祖宗的东西，如果是这个研究好了、保护好了，拿出来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不丢人，对，比最高水准不丢人。咱我觉得这个是这么说，不，咱跟他不一样，咱跟他不一样，这是一个欧洲人跟我说的。中国人不在乎实际的东西在不在，中国人在乎的是那个精神跟那个文化这个句子。比方说，你现在去山西啊，去陕西啊。你这个石头啊，像罗马的这个东西还真是找不到。挖咱们这个挖墓室都是一个历史的，咱们这有个墓好好的，但是我们虽然看不到那些实际的东西，东西都毁得差不多了，可是我们孔子的话这些屈原的东西是小孩子随手都能。但这也是一部分。意大利的人不行啊。啊，是吗？对啊，他们就在西方人在乎这个实际实证的东西，那他非常重要是这块东西是两千年前还是两百年前，咱们这个不在乎，只要精神在。所以咱们的文化是最延续性的，对，你说不，最延续性，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没有夸那么好吧？中国你说这个，我想起上次那个什么，跨过头了。你说这个，我想起说中国人重精神，我想起上次是听这个李敖讲一个笑话，就过去他当兵的时候，我跟你们听说过去当兵的时候，他们一个师长每天要喊口号，他们要纪念这个国父嘛，应该说是国父精神不死，大家跟着我喊，结果那个首长呢喊错了。说国父不死，然后旁边那个秘书小声提醒，还精神，还有精神，还有精神，国父不死，还有精神。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饮酒韵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年份断江，与景共酒。时间在前进，凤凰卫视记者身处不同时区，注视同一新闻事件，焦点结构，深度探讨，每周一小时，以精确的时效、环球性的眼光换算世界大事。环球直播室，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好极了，文物不见了，精神还在，还有精神，还有精神，还有精神，文物被盗，还有精神。但是我恰恰觉得，现在连精神也，现在死亡的是精神，精神更加危险。你说吧，就算是咱对比罗马、对比欧洲，也东西在啊，东西能看到，而且他们拍戏很幸福啊，穿上衣服就回到中世纪，回到以前。都不用摆了，我们这个拍戏啊很难啊，都毁了，都现在的想拍过去没可能啊，要建基地啊，那这些我觉得都还是硬件，但我倒相反，我是觉得这一脉相承也好，或者我们现在重新找到我们对
像人家一样重新来对待文化、对艺术、对精神、对哲学、对传统，真正的尊重。哎，小帅，就是说你这个更重要，现在没了。我知道你讲的很严肃，而且也比较雅啊。我有一个感觉哈，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所说的中国人的精神呢、啊，很多时候咱们读书听到的是那个知识分子、士大夫、中国文化的精神，实际上到底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我跟你说，我好死不如赖活。我现在到欧洲，我反而找到了这种中国人的精神。你知道，因为你在一个背景下。你看到了这个凸显出来了，这个是个什么精神呢？我用词是不当的啊，我找不到合适的词，也不是贬义词。我说啊，咱们真正绵延不断的中国人的精神呢、啊，叫人气儿，这个人气，人气旺，这个人气就是一种。有人赞颂过，说当年盛唐气象就是咋，这中国人在一块高喉咙大嗓门闹闹嚷嚷。你看这里边，哎，这个人气，你看，我就说，就是我到法国啊。没感觉，没出国，你知道吗？周围都是同胞，好家伙，那个百货商店，你知道吗？老佛爷，一楼到五楼全是我国同胞啊，全是送钱的。我的天，我这次真见着了，在街上，他们原来听传说排队的，我真见着排队。香榭里现在 LV 总店去了没有？那都不去了。我跟你说，LV 已经给中国人给占领了，怎么说呢？做俗了，已经这样了。现在是什么？爱马仕也就在俗的边缘了，也不让进了，也都是。对，这还一些你不知道的牌子，咱们都已经开始排队了。他们那边做不下去的，就打到中国来做。而且我这个不会外语的呀，我发现到那儿你完全不用担心，每个商店里有个中国人，都配都为你们服务，都叫中国中国游客，都就是就中国游客。你就说这个，哎，这个人气儿，你说说，是他都这个 LV 这个说都学会一句台词儿。就除了章子怡，就是您最漂亮了，是吧？是这个人气儿总结，总结的特别特别对。但是呢，就是这也是我们到了欧洲啊。你说，我觉得在罗马，在意大利养眼，因为在罗马，它那个建筑结构啊，整个的城市，让我们一个陌生人一去那以后，不能马上适应。你看很好看，但你要去吃一口喝一口，拐弯抹角早就不好弄了，那个不方便了。到了巴黎，我觉得是养胃。你晚上走两步就咖啡馆一坐，就喝了咖啡，想吃点喝点，就特别特别舒服。它是，但是你看起来那个建筑当然不如罗马那么养眼，但是呢，就这两个过来之后，你还想中国？为什么？其实就是人气，就是中国人的那咋咋呼呼啊，人一多啊，到点打个电话来吃饭，呼就来，也不用约，也不用什么。在那就是一对一，很严肃，要约一下呀、啊，见面呀、啊，两个人在那没话找话呀。你说的这个其实时间长了也难受的。你说的太好，恰巧引出我一个故事。我觉得过去说老实讲，我心里有点妄自菲薄，瞧不上中国人，觉得到哪儿都闹闹嚷嚷。可是这次我觉得啊，很多事情咱们可以做比较文化的研究啊，因为我们碰到了一个事儿，我们这一行啊去看朋友画展的，一行去了25人，都是北京。去的，你们这个人气也够厉害。去25人呢，有俩人过生日，我们就要说过生日。后来就因为前一天吃西餐有了教训，你知道吗？就是说这得找个中餐馆，不好吃也得找中餐馆。罗马中餐馆只有中餐馆好找，只不是到巴黎，我就说到巴黎、只有中餐馆才能说咱25个人外国人没有这么聚一块坐一块的，对吗？好，就订一中餐馆，订一中餐馆，然后大队人马哗哗，我就说广东旅游团就去了。一进去是个中餐馆，是吧？是不是小桌子？但是一看傻眼了，和尚他不是他贴着墙啊，一个 L 型16长桌子，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跟那个相亲的似的，你知道吗？一个一个，跟西餐说法一样。你们25个人就这么做，或者这一看，这我们怎么过生日啊？我们得要圆桌，我们俩人俩人，这怎么办？最后人说，我们就只能是这样啊，俩人，那你们怎么办？最后说不行。还得找一个有没有圆桌，哎呦，那个巴黎的那个朋友满世界打电话，他说圆桌，终于最后找着了。这25个人晚上11点才坐下来，就非得要这个形式感，一个大厅，不是因为只有圆桌能满足啊。你离开那个餐馆，又换个餐馆，你离开了、没法。你像中国人怎么过生日？对对，你两个人这个坐一里地那么长，那最后我就发现中国人还得是圆桌，而且就哈哈哈就也都是知识分子啊。你叫亏的还在巴黎，还有多中餐馆给你这样选。你去另外的地方呢，没那么多地方让你选，
所以中有一个词儿啊，我们中国那个词儿、啊，英文就很难翻译，叫热闹。嗯，热闹就人气儿。所以热闹这两个字啊，他没法翻译 ，lovely，lovely、嗯。他外国人搞不懂你这什么意思，可我们中国人一听就明白，你这个地方好不好？不热闹，对不对？你这地方好热闹，这两个字就人气 ，hot noise。这个在他们听来这是不好的东西、嗯、中国人就是不你看啊，在这个临行之前你记得啊，我在节目里我还专门说过，我说咱们中国人啊，别给人家留下坏印象，我认为从一件事儿改起，就咱们声音小一点、嗯、但是现在呢我必须要反省，因为我接着就去了，我发现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中国人那样不痛快，你按说我们那个都是艺术家，都是你不能说是没有教育的人，对吧？可是中国人跑到一个西餐厅凑在一起啊，的确没法不是声音最大的。我现在发现不是你注意不注意的问题，就是甚至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啊，我都思考到发音学。我觉得是不是说你比如说英语和法语啊，好像他们是喉音，还是低都有点像张涵予那个发音的那个部位。但是你比如说意大利人也容易收到，意大利人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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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但你看中国人是哪儿啊？不是喉部，中国人是丹田，中国人说话丹田发声，所以气不打上来他是不是听不见？有没有这个关系？还有可能是这个，比如说聚会呀、吃饭呀，一般那种习惯性的，就是比如说我在巴黎的时候，经常就是他们经常是一对一约，对他们约人一般就今天说约窦文涛，今天要徐老师，他一对一约好两人就坐下来，所以他们都小桌子，一人一份菜，聊一晚上，聊国家，聊事儿，聊什么的，他不可能说好几个人说那你不尊重我，你到底要跟我约，跟谁约，男女啊，男都是这样。或者他们要我们的文化概念里是三为多，对多很讲究，三人为重嘛，他们都是一就二元。对，二元对立。你看谈话节目，西方的电视节目里边来来去去都是两个人谈话，没错，就算有三个人第三个就不拍、还有他们也有他们热闹的概念，比方说罗马嘛最热闹西班牙广场，那么就去了，你知道那个西班牙广场斜梯，哇，大家都坐在那里，坐在那里干什么？也不说话，对不对？就大家全世界来的游客都对这个西班牙广场就这么斜斜坐，这是他们的热闹。那中国人也别扭了，坐在那里干什么？看什么呢？又没什么好看。你看中国人要想，我们的热闹的概念不一样。他们要是真也有这个大 party， 你发现没有？他们一般就是酒会都站着，大家拿酒，然后不同的两桌对聊，桌对聊还是二二。对，咱不行，咱都得坐着这一桌子，而且上菜啊不能那么慢。一会儿来一下，一会儿咱这得全堆着啊，就这么吃痛快，跟这个有关系。我觉得人一多吧，你说话声音自然就也就放大了，而且人一多啊，那个气儿还剩，没错，就气儿就提起来了。哎，那就你看一个人去，我们要中国人一个人到那商店里吧，坐那吧，你就衰了，气不盛，你就没错没错，几个人一上啊、哦，就上去了，但是脑袋就晕了，没错没错，但是人性还是有相通的地方。你看那斗兽场，它就是个圆的。那就是另一种热闹，你去蓬贝没有？蓬贝那个挖出来的体育场跟现在的体育场一模一样。哎，我跟你说，这些人性还是有相通的。咱们当年罗马人什么样不知道，但是我从一些迹象发现呢，有可能今天的中国人呢有点像对古罗马那个斗兽场上的观众，像那种人，对，围观暴力。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这是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风花雪月，白衣飘飘，它为何轻轻地来，又缘何轻轻地走？一代青年的迷茫与求索，20年来有关光阴的故事，一同归宿校园民谣的起落沉浮，寻找一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青芒，校园民谣再回首，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核心科技就在格力，格力电瓶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一赫兹好变频，格力掌握核心科技。所以我在欧洲看到的是热热闹闹的中国人的这个人气形象。当然要不要管他们怎么看咱们呢？
要管，我觉得还是，就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好意思，就有时候没看，哎呀，那个闹闹腾腾的，然后有时候那个有一点不好意思，我是有这个心理，有点不太好意思，就稍微的压一点，稍微的低一点，正经正经。但呢，后来我也想想呢，他们也难，一个团过去这么多人，从来没有很少出去，或者一出去以后，那些大妈大姐啊什么那。他不知道，没有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说讲话声音大呀，买东西你想他们也困难，你欧洲咱这偶尔买个东西那时候他很优雅，我们的去一趟不容易啊，所以大袋小袋你想拿的姿势就不会好看，走路又急，赶紧的那个上车了，到下一站了，人自然就慌嘛。而且我现在你想，我在佛罗伦萨有次我们吃饭在那里吃菜很好，旁边那一对意大利的夫妻就看不过了，就说他就把他桌上的葡萄酒送给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他觉得你吃这个菜不喝酒是不对的啊！他说你们我一家人三个，他就把他的葡萄酒拿来给我们，他就是我后来再一发现，没有人不喝酒的。就是吃这个东西在那里你没有习惯，就是一定是有酒，其实每个文化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所以我最近他们跟我说，你知道吧，文艺青年普通青年这个二什么青年你不知道二逼他们给我举个例子是这样吧，就文艺青年，就比方说这是一个咖啡杯，这个有个勺吧，文艺青年就这样啊，对，这样他也不喝啊，就这调，普通青年就这样拿上来喝，对不对，那个二什么青年就是拿一个调羹把这个咖啡摇起来他这个，这到底有没有一个礼节的规范？我正在想这个，虽然是开玩，我们去欧洲，我们常常想，我们别做了什么二青年，还是有的，有的。我觉得这个礼节啊，比如刀叉呀，先吃什么或者什么冷菜，有好多。我第一次去，你比如说凉菜上来的时候，有时候我光顾说话，第一他凉菜，你有时候不吃。结果后来发现不对，就大家吃完之后呢还聊天，但是看着你等你，对，你不吃他后面就不上来，不上，对，你得吃完啊，人家厨师一看你上完了，下一道菜热菜上来，所以有时候你看哟不对了，赶紧吃了，吃完之后人家第二道菜上，这方面对我也，而且喝，你说喝红酒啊，喝干白那些，它是一个基本的，就像我们这上来有好多年轻人喝可乐一样，他基本的这个，他们都长大，就像我们中国人泡茶，你上来你说我茶也不要，这也不像话吧，对不对？我很长时间就弄不清楚这个刀叉，从外面到里面，有一次吃饭，从外面到里面，有个外国的女士哈、看着我，她有点害怕，还是惊讶的表情。后来我说为什么呢？她说你把刀子往嘴里插、我每次，我觉得挺顺手嘛。这他说你把刀往嘴里插，挺文明一个什么文艺青年，这个真是没。还有一个，但是呢，你看，比如点菜啊，就我听到一个他们讲的一个传过来一个段子，在网上也挺好玩的，就是说。中国人点菜就为什么就说人气儿张大舅就我有钱了，我张罗到那在德国刚刚点菜，空空空点了好几个那个菜，两三个人吃不完啊，就浪费。边上老太太就过来了，别一个客人就过来了，说你们为什么点那么多菜吃？为什么管得着吗？我们有钱买菜，我们还吃不了，这是我们买的，花钱买的。说对不起，钱是你们的，但是这些东西资源是公共的，是地球的公共的。哎，你有钱，你控制一下，你这样的话，你有一个合理安排。为什么要这么些？这概念我觉得也挺好的。其实，在时不常的东西，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恶棍文明启示录》。在碰撞，哎，有点碰撞嘛。不要老拿刀子，咱也不说谁好谁坏，是吧？也不说中国多坏。